在中原大陆的南边，有一片危险的海域，叫做阿胶海。传说海中有一条阿胶，过路的船只都会被袭击，无一幸免。阿胶海的中央有一个岛国，罗刹国。而此时此刻的我，就在罗刹国的一个村子里。我叫马季，是泉州城的一名书生，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品学兼优，还长得很帅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这位救我的大侠叫司徒空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他来救我是受人所托。大哥，您太厉害了，多谢大哥救命之恩。江湖闯荡这么多年，早已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要不是受人所托，我能来这艘破船？哥，都啥时候了，你别拼了。哥喝多了就是容易话多，不过弟弟你放心，哥喝完酒之后功力大增，包你满意。你给个200两吧。我给你250两。上道，哈哈哈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哎，感情浅，舔一舔。哎，
我还活着吗？我到哪儿了？喂，喂，醒醒！有个美女。喂，醒醒！这女孩这么丑。太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表情啊？我就觉得姑娘长得挺特别的。我觉得你长得也挺特别的。特别的丑。你才丑呢。你说我长得丑？你自己长什么样你不知道啊？刚还是我救了你。你救了我，我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啊。你也是丑的。你这个人怎么忘恩负义啊？你这个丑八怪。我是丑八怪？那你你就是丑九怪。你这个丑八怪，你长得丑还忘恩负义，你自己在这待着吧，丑八怪。又没让你救我。这什么鬼地方？那个酒鬼呢？哎，算了。国王，给公主选驸马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可是公主离家出走，现在还未归，你说这事如何是好？哎，这孩子就是因为我们要给他找驸马才逃婚出走的，要不就依着他吧，不选驸马了，这样他还能早日回来。国王不可，力出如山，不可儿戏，怎能因为一个小孩子闹别扭而随意更改呢？可她毕竟还是我的女儿啊，我还想给她幸福呢。国师，此言极是，就按照你说的办吧。是。罗刹村，你好，请问哪里有回中原的船？这人怎么长？请问哪里有船回中原啊？哎，你好，这么丑，请问您知道哪有船回中原吗？这丑八怪！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怎么长？哎，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太恶心了！什么情况？这么丑还说我丑？太丑了！我丑？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大家安静一点，我们罗刹国是一个五甲四美的国家，最讲究美。你看这个人丑得多么可怕呀！大家说怎么处理他？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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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死我！烧死他！你们疯了！烧死他！想死还想活？是好，真好！烧死他！我帮你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安静。我们罗刹国是一个讲究美的国家，但是我们也要包容，不论一棍子打死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是。对于他这样丑的人，我们要给他机会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小子，我帮了你，给多少钱呀？我钱没了，
你耍我呀？真好，真没了。美就是美，丑就是丑，这么丑的人应当处死。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啊？谁说了算啊？我不服。规矩是定好了的，定好美丑规矩的是谁？不是。杀死他，杀死他，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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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他，真好。烧死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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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我，烧死他，快求求快救救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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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，你救救我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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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就真死了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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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应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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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不是，我好崇拜你，终于见到本尊了。长得丑，活不久。参见国师。公主在罗刹村附近出现，贺奴速去寻找。遵命，记得我的安排，好好招待公主。遵命。贺奴队长，要不要我去帮忙？与你无关。谢谢这姑娘相救。我有名字，我叫西月。我叫马季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这里是罗刹国最是看重容貌的地方。刚刚出现的那个国师就是制定这个国家容貌美丑的人。在我们这里啊，长得丑可是很难活下去的。你们说谁丑啊？你们这眼睛是不是都长在后脑勺了呀？哪只眼睛看见我丑了？你们自己不照照镜子看看你们自己有多丑？你自己照照镜子看你有多丑？你自己丑你不知道啊？你看看你自己多么的丑，我自己照照镜子看我也挺好看。你看你牙，我看一百，我牙怎么了？我牙挺好的。你这个丑八怪，我是丑八怪，你是就是丑九怪，你才丑八怪，丑九怪，丑九怪。哎，行，哎，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，好吧？各走各的路，再不相干，谁跟你相干？我要回中原。你出不了海，我自己想办法回去。你赶快离开这破地，我就不信没法出海。妖怪呀！我是妖怪，说我是妖怪。行，老子就用我的帅气吓死你们。咚咚咚咚。妖怪啊！啊！又是你！别跑！丑九怪，
我才不是丑九怪呢，我哪里丑了？一定是那个丑八怪。年轻人，我知道你想回到中原，我也是从中原来的，我是通过那个手链把你带到这里。这个国家现在出了一些状况，一言难尽。如果你想回到中原，必须找到婆娑经。婆娑经？你只有找到完整的婆娑经，才能让你重返中原。这几片叶子你拿着，它可以改变你的容貌，帮你成为罗刹国人眼中的帅哥，躲过纠察队的搜捕。他已经发现了，你快走吧。使用还叶液的时候一定不能喝酒，一旦碰到酒水，叶子就会失去效果。还有，回去以后不可以欺骗我的女儿。女儿？这也没说怎么用啊。站住。看你往哪儿跑。不是，这叶子还真管用啊，就是不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。来看一看，猫果猫果，三个贝壳币了。老板，怎么这么贵啊？哎呀，今年大旱，猫果减产了。太贵了。便宜就好啊。这谁呀？这么丑！哎，老板，你是卖了什么镜子啊？这是哈哈镜吗？帅哥别闹，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镜子哎，只有我们这样的镜子才能照出您这么英俊帅气的面容啊！帅哥要是喜欢的话，你拿着送给你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嗯。以帅哥的长相，在我们罗刹国可是高人一等呢，平时请都请不来，哪敢收您的钱呢？有眼光，谢谢啊。帅哥啊，我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故事我没有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知道在哪儿找婆娑经吗？不知道。姑娘，你找谁啊？我找你。找我？丑八怪，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。嘿，你还真认出来了啊，丑九怪。你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？我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呢？算了，不重要。我来找你呢，是要拿回我的手链。不给。你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你凭什么不给我？还给我。谁让你说我？这样，你不是要找婆娑经吗？我带你去找，你把手链还给我。你知道在哪儿啊？
我知道。嗯，行，一言为定。嗯，咦，念，等找到了再给你。人渣，等等我。会得逞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能完全控制我。我有的是时间，慢慢的耗死你。我一定让你的女儿嫁给这世界上最丑的男人。怎么又来了个臭人？自主兄，是谁？是我呀。250两。是你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来话长。啊，对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西月姑娘，司徒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找到回家的办法了，走，一块去。哎，对了，司徒兄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女人，追我。哦，你说那个满脸油彩的女人是吧？她追，我跑。你跑？是什么？这就是婆娑神庙，门口有士兵把守，我们只能晚上想办法进去了。行，门口那俩守卫，司徒兄你搞定，咱俩想办法进去。啊，好。婆娑金残片就刻在一块石头上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一下了。哎，不，等，残片不完整的吗？它在很久之前就被人分成了三份。贺奴队长，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？与你无关，我有事禀报国师。国师没空，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。你不够资格。之前跑掉的两个丑人，我一直跟踪他们。刚刚他们来到神庙前，我想他们有什么不轨。你赶紧告诉国师，不可大意。与女无瓜，不知好歹。上，你去。我去？不是下午那块说好你去的吗？怎么变成我去了？加钱。行啊，谁吧？输的去，公平合理。嗯，嗯，他治。行，来，大。那我只有赌小了。哎，有情况。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嗯，3-1，我赢了，去吧。经文，哎，看什么呢？啊，走。嗯，大胆，竟敢私闯神庙，死罪一条。
哎，走走走，哎，你留在这儿吧，我去引开他们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什么？你去引开他们？这事儿要去也是我们男的去。算了吧，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有保命的办法。什么保？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谁跟你来这套了？我是真滑了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眼睛还挺好看的。你在这躲着吧，我先去引开他们。丑八怪，你没事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本公子早就告诉过你们了，像这种危险的事情，是要我们这种伟大的男子来完成的。你怎么脱身的呀？我刚刚在里面，嘿哈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太帅了！然后他就跪下了，我说：“孙子，你怕了吧？”啊！然后我就这样一拳，他就怕了。然后我就嘿，你们俩看什么呢？牛牛？为什么牛会在天上？被吹上去的。吹上去的？怎么吹上去的？被你吹上去的呗。爱信不信？来来来来，吃吃吃。你们这个罗刹国啊，就是一个看脸的国家，啊，肤浅，我很不喜欢。一个男人不能只看外表，要看那个。看什么？能力啊。能力。一个人行不行，要看他喝酒的能力，有没有酒量。哎，有没有酒胆？不是看什么外表能决定的。比方说，我们马公子今天还是很行的嘛。今天喝了点酒，说话也挺行的嘛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不不不，你们喝，我走走。给，答应你的。算了，不用这么着急的。我也答应了你，要把残片找齐，集齐了再还给我吧。行。那就再多放在我这几天吧。我今天觉得你还挺帅的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我挺帅的，我本来就挺帅的。我是说你今天有担当做英雄的样子，还挺帅的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你的样子可以随便变来变去的？因为我用了这个呀。嗯，还颜液。还颜液？对。只要用了这个还颜液，容貌就可以随意发生变化，但是不能喝酒，一喝酒就会失去效果。这么厉害，比国师的法术还厉害。国师？啊，没什么。人生得意须尽欢。
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接下来怎么办呀？去罗刹城，有一片婆娑金残片在皇宫里。皇宫？哎，那有没有公主啊？公主好不好看？怎么了？想见公主啊？没没。哇，好美！这二货喝多了。什么时候到啊？快了。哇，怎么又是你俩呀？是你？是我。不服？上次就让你跑掉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今天你就别想跑了。来，老样子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往那边跑。丑八怪，我跟你一起。眼睛是挺好看的。去你的吧。喂，来这边呢。他不会出事吧？你真的要去吗？是你出来这么久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如果你不跟我回去，他可能会吃点苦头哟。你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会很容易死。够了，我跟你回去，只要你保证不伤害他们。哼，嗯，我保证。真是成事不足。国王，公主回来了。父王。月儿，月儿，父王，孩儿不孝，在外面受苦了吧？快，让父王看看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月儿，以后有什么不开心、不满意的地方，跟父王说，父王都满足你，但千万不要再离家出走了。真的。那我不要选什么驸马了。好好好，父王都依你。胡闹，人生大事怎能顺着你小女孩的心思。父王，我不同意。公主，你那朋友的安全问题
我一会儿好好的过问一下，看看办事的人办得怎么样了，可不要出什么差错呀。行吧，听你们的安排。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吗？三天后选驸马，然后大婚。好，好。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想用我本来的样子大婚。我的乖女儿，你的真容在我们罗刹国可不受欢迎啊。你现在这个样子看着虽然是普普通通，但这都是国师用他的法术给你改变的，就连我的容貌也是靠国师的法术掩饰的。母亲在的时候说过我很好看的。你母亲？好吧，国师，你就满足他的心愿吧。是，国王。先回去了。好，好，你回去准备一下。嗯。他长得真像他母亲啊。就是杨世京，贺奴，你可是好久没有回咱们村子里来了。村长好啊，这次刚好经过。哥哥好。赵大侠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呀？你为什么要和姐姐在一起啊？聒噪，这位是？他是姐姐的好朋友。哦，来来来，来到村里来，到村里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我想你陪我玩，陪我玩，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很少有朋友，你呀，一定是个好人。阿爹，阿娘，我回来看你们了。女儿在外面一切都好。贺奴这丫头原本啊，不是我们罗刹国的人。我们罗刹国被蛟龙封闭起来以后啊，出不去了，最后啊成了流浪儿。也只有我们这个村子才收养相貌各不同的人。贺奴这丫头啊也不容易，每天抹着油彩在外面打工，把她所有的俸禄全都交给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们了。
去见来又去，一番番的轮回。旧颜又添新妆，徒留残香。句一句便句字句首，却难抵妒忌居住下的沙路流离。几欢落时光凋零，相依千里。贺奴姐姐美不美？你是不是喜欢贺奴姐姐啊？以后对贺奴姐姐好点儿，不要欺负贺奴姐姐。寡妇里手默默继续，最怕一转身相遇。谢谢。姐姐这次回来没有给你们带东西啊？司徒哥哥给了，真乖。不谢。抓你回去！又抄袭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？没有见过，烂石头吧？哼！司徒哥哥骗人，拿破石头糊弄小孩，他不是好人。司徒兄，司徒兄，哎，我还是先去都城吧。公主大婚，选取驸马，相貌英俊者皆可参加，选中者将于皇宫。看来只有去选驸马，才能拿到婆娑金回中原了。月儿，父王来看你了。父王，你来了。你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母亲了。如果母亲还在的话，她绝对不会随便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就把我嫁出去。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你母亲的时候，不知仙女从何而来？我从中原而来，寻仙山，学仙法。我们罗刹国有婆娑神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吗？多谢公子。是王子。仙女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罗刹国婆娑经碑文。后来就有了你，我一直认为我们一家三口会幸福地生活下去，直到那次海滩。
你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善良的女人。我不相信她就会这样的消失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理朝政，每日观看海图。我相信他还生活在海里的某一个地方。别说了，玉儿，父王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婆娑庇护，国王诏曰：罗刹公主当婚，即日选驸马，百姓皆可参加，以貌取人。这些候选人真丑，还没我好看。嗯，走。只要在婆娑神庙大婚，就可以拿到婆娑经了。参见国师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国师责罚。够了，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杀掉他们三个。那你办成了吗？属下的观察，觉得他们并不是坏人，所以办事不力，要你何用？还不去追？是。下一位，我是002号参赛选手蔡小坤，我的特长是唱、跳、rap、篮球 ，music。司徒兄，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250两？哎，马季，是你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城门口突然天降夜叉国的使臣。气势汹汹，来者不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国师呢？快把国师给我找来。父王，莫慌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快快讲。今天是我选驸马，就让我出个题目吧。好。在场的各位，今天谁愿意去和夜叉国谈判解决问题，谁就是这个驸马。这外面的国家可厉害了，我平时只会穿衣打扮，谈判这种事我怎么会啊？我听说这夜叉国的人可是要吃人的呀。谁去？站出来。就你们两个速速去。
各位大哥，俗话说得好，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。咱们有话好好说呀。叫你们国王出来，我们有要事要办。哎呀，这个能不能这样？您有什么事儿告诉我，我去传达行吗？废话。嗯，嘿，哈，打打，嘿，公主，公主，终于找到你了啊！快和我们回月叉国吧！公主，走了，公主，走了。按他走回去交差吧。你们二位真是我罗刹国的福将啊！临危受命，马到成功。真实身份是，我一定会重重加赏你们的。那就把两位都选作驸马吧。好，那就都选作驸马。父王。对了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怎么可以有两个驸马呢？这样吧，一个做驸马，一个就做大将军好了。至于你们两个谁做驸马，那你们就自己决定吧，啊！司徒兄，我觉得迎娶白富美这种事情，还是你比较靠谱。你来啊！不。为何？公主丑。公主，为了保证你朋友的安全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父王。今天是我选驸马，我觉得这个驸马应该由我来决定。好，你来决定。我选就选这个。郎才女貌，恭喜。好，那就择日成婚，庆祝公主大婚，今晚不醉不归。来，吃下我们这边的猫果吧。哇，好香啊，美味。来，司徒公子吃。来，吃，吃吧吃吧，特别美味。你们吃，我不吃。好吃，好吃。好吃。不能喝酒，喝酒就露馅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去婆娑神庙啊？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觉得我好看吗？七月。
西月，西月是你什么人啊？西月是我一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只是普通朋友吗？对啊。实话。不可以欺骗我的女儿。西月是我心里的姑娘，我对不起她。大胆，何人敢劫持我国公主？哥是你啊。哎，误会误会啊，我就是来参观一下，我不是要劫持公主。别紧张，她没有劫持我。公主快醒醒吧，她是个骗子。我知道她是个大骗子，可是她没骗我。哦，那你来看看这个。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不但不杀你，这拓片居然有监控，还能回放。记住地点了？不对，他放这个给公主看，那公主的身份是西月，是你。渣男！来人，把这个骗子押入牢房。不是这样，准备火刑处置。西月，不是这样的，你。可是你就不会伤害我吗？我怎么相信你？把司徒空也押入大牢。我相信。你请，你请，你这个好吃。你们再多睡一会儿吧。这么多年了，罗刹国终于要彻底成为我的了，公主和国王也该好好招待一下。完了完了，这次真死定了。死了。我还是再求父王放你一马，从此之后再无瓜葛。您哪位啊？哼，没规矩，这是我们夜叉国的公主，还不快跪下。夜叉国公主？哼，原来你就是夜叉国走失十几年那公主啊。长话短说，我带你们离开这儿，逃出恶蛟的封锁，到了夜叉国你们就能够回到中原了。能回中原了？嗯啊，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西月怎么办？国师不敢。那可不一定，上次国师要求我除掉你们三个，尤其强调西月，我没完成还被施了法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本来和我也没关系，你说我管他干嘛？渣男。走，本来我也不想在这破地方待了，回中原。我要回去救他，你们俩啊就别跟着瞎回去掺和了啊。你
王。父王，是谁把你绑成这样的？绑的就是你们。国师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最恨你们这种长得好看的人，和你母亲一样。王子，年轻的我和国王青梅竹马，因为你母亲的到来，国王因为她的容貌爱上了她。我不服，我假意跟你母亲学习婆娑经，学成之后我要报复。从那以后，我掌控了整个国家，通过控制恶蛟封锁了罗刹国，并且通过法术和权力把这个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手链的秘密，摘下来扔掉它。这是我母亲给我的。父王，够了。这么多年，国王始终不忘了我，得不到就毁掉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只许你浪子回头，不许我们掉头吗？加钱，还加钱？量力，这么大了，是我呀。你是？是我母后啊。母后，真的是你？当年我被国师施法陷害，
本该魂飞泯灭，所幸我修习的婆娑经比他要全面，所以我才没有被他彻底杀掉。但是我被变成了阿娇的样子，供他驱使，封锁罗刹国。没时间了，我的神智马上又要被他控制住了。那怎么办，母后？我该怎么做？当年我被袭击的时候，婆娑经分为了三份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被我藏在了这里。你们只要和其他两份拼在一起，就能得到完整的婆娑经。有了完整的婆娑经，就能战胜国师。西月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年轻人，好好对我女儿。嗯。我要杀掉你们！此时此刻，我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。快看，天上有东西！我知道天上有头牛。被你吹上去的，哼，雕虫小技。不是牛，啊，是真的有东西。那是什么？你这个骗子！是头大笨猪呀！大骗子！想说。
罗刹国西岳禹王即位，颁布法令，即日起，罗刹国废除以貌取人制度，不论男女，不论出生，不论相貌，一切平等，人不可貌相。真好！公主，哦，不对，女王大人，你的新法令很是英明啊。后奴公主，你什么时候回你的夜叉国当你的公主啊？我想去趟中原。找到马季再回。我相信大骗子一定能平安回来的。幸亏这手镯保护了我，要不肯定死定了。这应该离罗刹国不远了吧。谁把您打成这样的？算了，这当务之急啊，是要有个主事人押货跟船出海。哎呦，我出不了海啊。您去啊，那就拜托司徒大侠了，请您一定保护好我那个臭小子。加钱。爹，孩儿让您失望了。